老板，哎，在家吗？在家呢，叔叔。哎，我一个股东啊，我在炒楼，我炒出去干，后头个店老板那个头两副，我就我出去干。哦，看吃的好点，这种老板运气蛮好的，个运气买的那股东啊，看老板有运气嘛。好，可以，我去看一下啊，就是这里是吗？哎，好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呢，它肯定好多一家，一个东西木木的啊，还有一个东西木木的，而且不拿你的这个，先取这个是吧？好，行，我看一下，这个不看你的，不看的，先放这里好吧？我先看一下啊，等一下再说好吧？看把我取的好多鞋就得，嗯，我取那个肉来撇个瓜，一圈两三千块一个。这个盘子取的，这个在的取房子拆出来的时候，应该里面有方便的。我别反正几的婆，反正或者这个老个的婆的干，我说我的头啊，你不去干。那里面没接方便。哎，没有。不然像这种台子，他是经常穿方便的，你注意一下。我大子，如果他老人家跟你走，不跟你留到一起，他方便的话发财了。方便方便，那就发财了啊。嗯。啊，这是这个好破损，好严重。这里破损了一点啊，这磨损好严重啊。这个盖子这里破了，的婆婆是。可能打烂了一点点啊，这个还没有烂啊。这是人物的啊。我先看一个这个完整一点，这个没有那么完整。这是白纸头，对，这是白。放封信更不更？这是清代的白纸头的一个人物挂纸啊，一对双喜的，一对完整的啊，还说比较完整。这是你挖出来的啊，就是这里烂了一点。嗯。这是一对那个白纸头，台子。就是白纸头的，他以前在清代的时候，而且这里面还没洗干净。看到一个吃的好东西，知道吗？这里面还没洗干净，还有好多一把。你也写个单子。装死了啊！先看一下，没事，我先看一下啊。这是底部啊，这是民窑的，它是火赤红，底款是，底部是，但是它民窑啊，但是也是以后有家里面有钱的人家里面的了。是这样，为什么他又发这么多小朋友呢？都是就是发子发生啊，寓意好，就是有一百个白个子，有一白一白一百个子孙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就是一对啊。那个是进口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它的底部也是一样，它是火赤红的，啊，看到吧，火赤红的，然后它也是民窑的啊。为什么民窑呢？民窑它没那么讲究啊，做工就没那么讲究。这个上面还有一些窑吧，就是民窑的典型的东西啊。但是这也是不民窑的话，就是也是家里面相当有钱的人才能有这种，才能请人，这是请人所费的啊，白纸头，这个挂纸啊，请您，你看一下，这里蝙蝠福临天下，这里面也是比较脏，要清洗一下啊，就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呢。就是这个盖子这里有一点，可能挖的是一点点啊，问题不是很大，有一点点。完整的，说比较完整的啊。这是清早期的东西。你出个价了，嫂嫂。我的最少了有3600不可以价。有3600啊？我调的你不管也，还有你是那是别去价钱取的合同。那就3000，以像我这种啊，大概说价也就3000块钱是，但是也3000块钱，但是就是这里稍微有一点点磕碰到这个地方，3600呢也是还可以，这像这种瓷器的话，白纸头的比较稀少，3600就3600了，好吧？好了。那你看一下这里。这个东西看吃的多少钱吧？这个。哦，就是这个戒指啊。这个戒指这么宝贝吗？我看的是磨出那个时候的嘛，磨出的哦，这是手扳指啊，这是扳指啊，这问题的按钮了。这是个玳瑁的，这是海里面的一种植物啊，是一个玳瑁的扳指啊，是个男士的扳指，是嘞，是还是说的这么宝贝的话，还是有道理嘞。这个东西吃了多少钱了？你先看一下看它有没有烂啊，烂了的话就不值钱了。这是个男士的扳指，像我的手比要比我的手大一点的男士佩戴，
我的还是戴了有点深啊。嗯。这个就这个玳瑁的话比较稀少，这个您出，值钱吗？那个东西。不是很值钱，几百块钱的东西，八百块钱了，最高的了，最高额度了啊。这个八百。啊，这个给您八百了，嗯、啊，没有了啊。这里两千，哎、啊，三千六加八百。嗯。是吧？四千。你加你不累。一千块钱，一千块钱，那我赚不到钱了，那我不敢收了，八百块钱，就三千六加八百是四千四是吧？嗯，对吧？你算一下，没别说错了啊。你们狗漏了啊？是啊，我扔计算机说给你听，三千六加八百，四千四，没错啊。嗯，反正你的计算机说的跟那个对的，我们加个，我出去干。我现在干脆买个计算机在这里，四千四。四千四的，哎，反正我拿的没用啊，卖到你那的。嗯，四千四百块钱啊。嗯。哎，感谢叔叔啊、嗯！谢谢啊。